每个人都跟守望者组织有过交道，因为我有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。我这儿拿来门童尸体在威胁我。你也收到了一个匿名的邮件，他发现我是贾国派来的杀手，他隐藏了部分，唯一一个跟萨德巴克联系的人了。他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什么东西？灵魂交换机，大家都当我棋子儿。你们快来看啊！Watcher 篡改了热能量法案，所有系统都被 Watcher 黑入。执行人就算完成任务，也是要自的。这是个骗局。哎，这是不是个门呢？灵魂，灵魂连接器啊！什么意思？他现在灵魂并没有走，他来到了我们中间。从这一刻开始，就是 Watcher 和芒果星侦探之间的恩怨。只要我们合作，一定可以防止寒潮。我无法阻止 Watcher， 整个城市便会陷落。这个星球就交给你了。